刘局，我们已经到位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这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在我的正前方发现一个纸盒子，募兵出现没有？没有。刘局，要不要我安排技术人员过去看一下？ 刘局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听到回话。 刘局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是秘密的手指头，秘密。这个禽兽！你们给我搜！ 刘局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是先回局里吧。让我自己待一会儿，我自己待一会儿。刘局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彬彬。他是我自己的儿子，我一定得找到他。
你他妈的那是你亲爹吗？竟然拿着自己儿子的命不当回事儿！你爹下次要再敢报警，你他妈死定了！ 如果他不接电话，你最好保佑你爹接电话。哎，算你识相，接了电话，要不然你儿子的手指剩下八根了，可怜呐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要钱，但是你不配合。看到你儿子那根手指了吗？那不是我砍的，是你砍的。我就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爹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记得下次不要带警察。冰冰现在怎么样？我想听听他的声音。 我想见你，冰冰，你听爸爸说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你儿子声音了吗？可怜吧！我警告你们，你们不能再动冰冰一个手指头。那好，明天咱同一时间同一地点，不见不散。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钱带来没有？冰冰呢？我问你钱带来没有？我想先见到冰冰。 把冰冰给我放上来！给我放上来！刘局长，你以为就我一个人？把人放上来！把冰冰放上来！
情况，报告，前面是水塘，界限已断。界限已断，就带一条警犬，那界限能不断吗？张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继续搜索，快。是。 在身旁。
少爱，多少英雄悲，真情意也不怕浪，地久天也长，天也长。张队，你马上通知各区县局，对大小的医院，尤其是私人诊所，进行走访和布控。对，一旦发现身上带有枪伤的人，立即扣留和审查。注意，嫌疑人身上有枪，所有参战的人员必须携带武器，确保安全。丁局啊，我们已经清查了全市上百家医院和所有的私人诊所，没有发现有人去治疗过枪伤。药店清查没有？有没有买过治枪伤的药？药店，凶手的伤很重，他不治能成吗？那他会不会已经跑了一本市了？不可能，你再通知各分局，把所有的宠物医院和兽医院清查一遍。我知道同志们一直没有休息，你告诉他们，让大家再辛苦辛苦。是。哎，丁局。出租汽车司机的地址你知道吗？啊，放心。都在脑子里呢。好，你马上回到局里取嫌疑人的照片，然后去找那个司机，请他们协助辨认。嗯，好。